當年喺香港啲片場啊，羅師傅係最犀利嘅。影相15K，55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大哥，呢幾年一直想揾個機會向龍虎武師嘅精神致敬。不鬼動作咧，有一定嘅難度噶。尺度OK嘛 ？OK， 好OK添啊！ 喂，你系要去拍电影啊？我爸嗰班人到底系一班点样嘅人嚟噶？佢哋好简单 ，action， jump， hospital。你到时都着住。而家拍戏之前都有卡通片睇，因为后期有好多 CGI 合成要做啊。咩 I 话？思豪，我同直刀直接啲。 我系请你嚟致敬，唔系嚟攞你命噶。我哋龙虎武师做嘢就系咁噶啦。佢唔系龙虎武师，佢系有龙虎武师嘅精神。大哥，跳落嚟容易，走落嚟难。龙虎武师 ，never say no。大姐，哇，好痛啊！斗君。